这两个做原屏的是这两个要打开。做原屏这两个要打开。这个，这个要设两个数字上去嘛？嗯。啊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就把 UV 系统按住这个圆圈。等这个灯亮了，绿灯就把手弹开就行了。好。嗯，然后 UV 就在启动，然后我们就找油墨来放油墨上去。和睦键的话，要进到这边来的话，要移一下这个灯。移灯。对。那灯的位置啊。就是可以不要印在这个和睦键这里。印到中间避开和睦键的时候。对啊。移的是那个定位灯吗？对啊。等一下我会帮他移好。好。现在我就不，或者是要不要移一下它？反正我会把它移掉，不要进到那个和睦键那里的。
这样子给它，就没关系啊。就是效果是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对啊。效果是差不多了。嗯。然后就换几个排演啊，这样子。分段这边啊。分段。